大爱，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，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。我感受你大能力量，平静我心中最大的风浪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幸福在忧愁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属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属天的喜乐，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。我感受你奇妙大爱，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，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。我感受你大能力量，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。哈利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主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我幸福在忧愁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主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幸福在忧愁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主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主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赞美。主啊，每一次来亲近你，主啊，我们的心就充满喜乐。每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主啊，我们的心就充满了平安。主啊，谢谢你在清晨这样宝贵的时间，主啊，我们喜乐来亲近你，喜乐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愿你圣灵再次引导我们，将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，好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各位观众朋友们平安，欢迎您再次收看 Good TV 的祷告大军。有许许多多人跟我们一起选择在早上一起来敬拜神，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，一起来祷告，一起跟随着上帝带领我们的脚踪，我们一起往前行，直到神来转化这块土地。我们感谢上帝，他是赐给我们恩典、慈爱、能力的神，也感谢神，因为我们有他，我们的人生可以不一样，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。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不断不断改变的一个过程，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校正我们的思维。如果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思维，神也愿意改变我们的人生，神乐意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奇妙的故事流传给下一代，用上帝的眼光来开阔我们的人生。愿上帝今天早上祝福你，出去的时候你所看见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你看见的每一个人，即便是你认识的，你也感觉不一样了，因为你用上帝的眼光
来看人呢？愿神来帮助我们，不断地调整更新我们的视野，更是不断地以神做标准来校正我们的眼光、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意念。求神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什么？赐给我们有他的眼光，以至于我们看人就正确了。在约伯记37:7说，他封住个人的手，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。在圣经里面讲说，我们常想人可以拦阻我们，世界可以拦阻我们，撒旦会拦阻我们，可是有的时候竟然神也拦阻我们，他封住我们的手，然后叫我们，他有个目的什么？叫我们这些所造被他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上帝伟大的作为。我们多么需要他知道他伟大的作为啊！在英文的版本是 He stops every man from his labor， 他用的字是 stop， 他制止了，他停止了，他停止。什么人会看见上帝的工作呢？就是那种谦卑的人，他看见有神的作为，认识神的作为，他停止现在所做的。我要寻找上帝所寻找的，我不要再用我的想法，我愿意寻找上帝的想法。我不再用我的眼光，我要寻找上帝的眼光。我不再用我的视野，我要用上帝的视野来看人。每一个人在我面前都值得被尊重，每一个人在我面前都值得被上帝疼惜。当我们看见每一个人活在我们周遭，他有个极大的需要跟极大的恩典，要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好叫我们人生所命定的福一个都没有失去。 Stop 就是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人。求神帮助我们。为什么神要制止我们呢？神要停止我们手中所做的呢？神要让我们站着，然后定睛仰望他的作为。神要我们 Stop， 让我们看见神到底怎么样来运转万事。神要我们 stop， 要看见神如何在世界上工作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神伟大的计划。多少的朋友，多少的同事，多少的同学，多少职场上面的伙伴，我们不缺其他的，我们缺的是那位认识一位全能创造的神。用神的眼光来看他们，我们会生出爱，我们会生出连续，我们愿意伸出祝福的手。你得过这个恩典，也愿其他的人也得着这些恩典。因为神说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万人得救。也求神给我们眼光，有他的眼光，我们才有信心来面对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人跟事。在撒母耳记的上第16:7，上帝曾经要找寻找下一个接班的人。上帝在那里寻找的时候，他差遣了这个撒母耳，然后去寻找下一个要领导百姓的君王。结果撒母耳来到了他大卫的家里面。大卫的父亲把他七个孩子都全部都叫出来，一个看不是，另外一个看也不是，长得人高马大的不是这一个，长得漂亮俊帅的不是这一个，长得呢这个身体健康的不是这一个，长得呢形象讨喜的也不是这一个，独独找到了大卫。大卫在兄弟当中是老幺，大卫在他的兄弟当中也不被父母亲看重，大卫在他父亲的眼中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呀，只是在野地里牧羊的小孩子。但是上帝却在众兄弟当中拣选了大卫。上帝说的话很有意思，撒母耳记上16:7，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
看内心。哈利路亚。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，牧师有机会，因为在神面前，神从来不看我的外貌，神也从来没有看我的身材有没有高大。我好像不是一个尊贵的器皿，好像是有一点像次级品，但是在上帝面前，我却是一个精品啊。因为上帝没有用外貌来看人，上帝也没有用身材高大来看人，上帝要拣选的人是心中有他的人。心中有神，目中就会有人。心中有神，他的做事，他的决定就会跟神靠近。心中有神，他里头就自然生出上帝，生出耶稣基督的基因，他自然活出来，就成为一个典范，成为一个让人可以跟随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用神的眼光来看人，也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，使你的生命不一样。让我们今天早上出去，再一次调整我们的眼目，无论你遇见什么样困难，也要用神的眼光看你自己。无论你看见什么样的人，无论人觉得卑微没有的，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他，因为我们看他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。求神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就做出抉择，因为我们的决定，我们的思维就影响了世世代代。神看人是世世代代的，神当拣选的呼召了亚伯拉罕成为他的选民，呼召的那一刻，他给他应许，你要成为多国之父，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。神还给亚伯拉罕应许，他的后裔要像天边的星，像海边的沙一样多。可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看见，直到经过400年为奴，还有前前后后将近100年的时间，500年后他们才进入了迦南美地，他们果真成为一个强大的族群，果真德国得地为业，果真建立了国家。弟兄姐妹，上帝对人的应许是世世代代的，愿你今天的决定影响你的世世代代，你的儿女们都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就说神是这样的，你的儿女们看见你就说这是典范，我要跟随。愿我们都活在上帝所命定的祝福里面，继续的往前走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求你来跟随。谢谢主，在我们生命中，主啊，你引导我们，主啊，用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人，我们的同事、朋友、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世世代代，主啊，都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见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，主啊，寻找上帝的同在，我们在你面前，主啊，加上恩典，我们在你面前看见神你伟大的作为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获得的一切美好，我们满心的欢喜快乐，以及因着你我们就得着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与我们同行。只有你能够封住个人的手，叫了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你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已经认识你作为，知道你的作为，并且要看着你的作为继续的往前奔跑。主耶稣啊，让我们怎么抉择，让我们影响，使我们世世代代都落在上帝的祝福里面，世世代代都坐在耶和华的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都晓得你正在行事，你正在做事，你正在进行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你行伟大的事，也继续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，直到世世代代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归荣耀给你。谢谢主耶稣，你所做的要继续再做，并且跟随你，直到永永远远，跟随你到世世代代。谢谢主耶稣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 stop， 我们要停下来。主啊，让封住我们的手，放下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帮助我们改变思维，让我们学习更多的来向你。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
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叫万民都晓得你的作为的生命。主啊，让我们学习在跟随你的道路上，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是何其的多。主啊，在领受你恩典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习一件事，那就是学习谦卑，学习谦卑数算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这当中没有骄傲，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得胜，我们能够得着今天的这一切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而是靠着圣灵方能成事。让我们在这当中，我们学习不再自以为意，让我们更多的学习敬畏你，因为你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求你赐下那智慧的灵，求你赐下那智慧的眼光，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人的外表，我们要看到人的内心。主啊，我们也看到的不再是世界的事情的表现，而是你让我们看到那属灵的真相如何，让我们真的学习更多的谦卑，更多的放下，更多的停下来，更多的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旨意为何。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再次在神面前，让我们谦卑的放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何等的有限，但是神却是那么大的怜悯，在我这有限的人愿意跟这无限的神一连结，我也进入无限的恩典里头，我也进入无限的祝福里头。求神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的有限，然后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寻求，来依靠他，来祷告他，来仰望他。奉主的名宣告，我不是成为绊脚石，我在神的手中，我是一个器皿，是一个踏脚石，使人们更靠近上帝，也使我自己更靠近上帝。我们一起同声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，你是使无变有的神，你从死里复活，死里复活的神，主啊，以少胜多的神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以小胜多，以少胜多，我们主啊，使无变有，主啊，死里复活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是的，我们一起仰望你，主啊，使我们能喜爱你，主啊，我们能够喜爱你，因为神使你得胜，因此我们可以以少胜多，我们可以以小胜大，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进入得胜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看周遭的人，主啊，帮助人，祝福人，恩待别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用正确的眼光看自己，也不以为意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，主啊，让我们心思意念能够成为别人的踏脚石。主啊，一步一步往上靠近，也让我们成为踏脚石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见证而且进入上帝祝福的人。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而且满满的叫我们认主如何，力量也就如何。谢谢主耶稣，你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事，主啊，满满的有上帝你的同在。谢谢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。亲爱的耶稣，今天早上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需要你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来到你的面前说，我们要有信心的谦卑，我们不要自卑，我们不要妄自菲薄。虽然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承认我们有限，主啊，但是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里头还是用信心来跟随你。主，因为知道在我们不能的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因为知道许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，若没有你的应许，它不会发生的。主啊，因此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挑战，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努力，你帮助我们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，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好。
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更多人的祝福，靠我们自己，我们的承担力有限，主，但是我们如果依靠你，我们的肩膀就可以越来越宽，因为你的肩膀是宽的。如果我们依靠你，我们能担的责任就越来越大，因为你是要我们做大事的神。主啊，如果我们依靠你，我们能做的事越来越多，因为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。所以是今天早上我们再次依靠你，再次把我们的心思交给你，求你掌管我们，凡你要我们去做的，我们尽力去做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也求那位赐人智慧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就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有足够的智慧，有足够的敏锐，敏锐于用神的眼光看人，也用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，让我们不活在那些罪恶当中，让我们不活在那些不义当中，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来胜过这些软弱，胜过这些失败。有许多的诱惑，许多的难处，有许多的影响在那里，我们说奉主的名宣告，我们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，靠着神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都可以得胜。我们一起同声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欢迎圣灵在我生命大大的充满，大大的工作，大大的在我们里头运行。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，引导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完全是属于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帮助我们进入你的丰富，让我们敏锐于生命中的所有的破坏，让我们不自以为意，让我们被圣灵所充满，大大的浇灌。主啊，在我们敏锐里面敏锐于你，而且是真理而自由在我们里头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清楚你的认识，同时在你里面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的祷告要求你主意，主啊，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，主，我们向你心中心恳求，恳求在我们生命中做成你极荣耀的事，极大的事，极美的事。主啊，让我们认识自己，用神的眼光来看看，用人的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，好叫不被这个失败所打败了，让我们进入上帝的祝福，进入上帝的恩典里面，满满的被你恩膏，满满的被你充满，带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来行走，来祷告，来得胜。主，我们感谢主啊，我在你面前仰望，主耶稣啊，与我同在，大大的与我同在，而且在这个同在当中，看见神你正在做工，神你正在做工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主啊，进入上帝所有一切的丰盛里面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主啊，你正在进行，你正在进行，你正在进行。哦，主啊，你大大的充满，大大的浇灌，大大的寻求你的同在。谢谢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大大的谢谢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就求主你今天的圣灵来充满我们。Amen. 主，我们里面的罪，主因着主的圣灵，因着主的真光，主一切的黑暗都要躲藏。Amen. 主，让我们今天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选择被主的圣灵充满，更多的选择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，看待别人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要看得合宜。主，你挪去我们的眼目，主挪去我们眼睛里面的良目。主，让我们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也能够在这当中学习用神的爱来爱人。主啊，感谢赞美我主，主，因为你明明说着，主，你必使骄傲的降为卑，主，你也必使谦卑的升为高。主，就让我们在主的真理里面，每一天靠着神来得胜。主，你挪去我们的自以为义，主，让我们就是畏罪为义为审判自己，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责备自己。主，让我们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
主每一天跟随着圣灵的每一天跟随着脚主的脚步往前行的时候，更多的要靠着神来得胜。主，感谢赞美我主，感谢主为着今天得胜的生命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恩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你的话就是这样说，你不是看我们的外貌美丑，你也没有看我们的身形高矮，主你看的是我们的内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有这位知心的朋友，主啊，真认识我们，真了解我们，好叫我们在人生路上可以依靠你前行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都可以靠主来得胜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尊主为大，在我们人生的历练我们终可以说我们要进入一个得胜的人生。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有希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属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我心不再忧愁失望。住在我心中，属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属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属天喜乐现在降临。